灣區傳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嘅節目《灣區傳媒體》，我係梁學希，我係瑞盈文。嗱，國家嘅發展咧，可以話係一日千里。咁今集咧，我哋繼續同你走遍神州大地，去發掘各地嘅最新動向，以及了解一下國家嘅唔同面貌。而相信透過我哋嘅節目咧，你可以更加掌握到國家嘅發展情況啦。好，我哋唔講咁多，即刻出發去第一個環節——南北快閃啊！佛山市首个网络安全地标乐户顺德在寓教于乐当中快速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这个网络安全体验馆位于顺德工业发展馆，馆内设有五大区域，其中在互动体验区，市民可以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游戏、知识问答挑战等形式，在轻松愉快的体验中学习网络安全知识。而态势感知平台主要展示网站遭受到攻击的实时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我国自古就有晒书、布书等习俗，防止书籍受潮。在2023年太原市图书馆首届中华传统晒书节活动当中，市民可以现场沉浸式体验晒书。活动展出的有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五言绝句，亦都有讲述古人酿酒、膳食方面的酒经三卷等书籍。同时，太原市图书馆亦都特登从馆藏书目当中挑选珍贵古籍，策划了百米长卷书法活动，图史见豪端，增强少年儿童对中华传统古籍的认识。最近第六届沈阳赛艇公开赛开赛，来自国内外三十几支赛艇队在云河之上展开角逐。首个比赛日进行了精英组、大师组、大学组、青年组1000米的直线竞速赛，参赛队伍以超强的竞技水准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同赛事同时举办的还有赛艇博览会，具有沈阳特色的农副产品、文创产品纷纷亮相。赛事加商业的创新方式构建起独特的滨河文体消费场景，为赛事增添了良好的参与体验。一棵树除了可以遮风挡雨、美化环境之外，还可以告诉我们听当地的历史。没有错，尤其是一些古树古木背后真的有很多得意有趣的故事的，所以保护树林人人有责。近日广州增城的碧潭村就举办了一个保护古树名木的活动，一班小志愿者在社工和民警的带领之下，走入大自然巡查山林。一般咧生长喺嗰啲树1000米下嘅嗰啲山嗰度嘅，以前我嗰啲木啊，做嗰啲家私啊，好靓嘅。你呢棵树我哋山上好多，但系咧佢生长得好慢嘅。如果有咁大棵树咧，已经有60-70年嘅树龄噶啦。我们树小心啊，小心啊！在林间小路上面，碧潭村社工带领着小志愿者一边巡山一边科普古树知识。增城区仙村镇有百几棵古树名木，全部都进行了挂牌保护，当中的树王就是这一棵古沉香树。社工赵景之在古树旁边那里做简介。碧潭村土生土长的，因为当时我好像你这么大呢，这棵树是这么大的了。这个是作为我们村一个堡垒的，一个星期巡一次，看看我们的古树啊，有没有病情啊，有没有个天然灾害啊，有没有个森林防火啊，方方面面的嘢，都是为了俾佢留一个呢个绿水青山的理念喺度，俾我哋大家有一个悠闲的散步的环境。小志愿者除了排查树木标识是否清晰，还要用手量度古树的直径。因为它很古老，有历史见证价值，不要乱丢垃圾，不要留下火种。碧潭村仲为仙村派出所颁发了林长家警长聘书，聘期为1年，村警共护古树名木，保护好村里面的绿色活化石。这几年来科创都是国内外的热话，所以有不少的企业单位都很努力去进行科创研究的。没错，所以早前中国创交会科创下午茶创新成果资源交流对接活动就举行了，以助力广州科技企业发展。我们一起看看。活动邀请了科技企业、大院大所、金融机构等代表参加，他们一边喝下午茶一边进行交流对接。企业可以提出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特别轻松。
创造一个比较宽松、有交流的这种的氛围，那个交流起来会比较顺畅。我去把我的需求，说出来，又有这个资源，大家就可以定，很容易就把它那个链接起来。四间科技企业代表仲上台进行路演，提出需求，可以即场同台下嘅资源方精准对接。它这个平台也整合了资本，还有一些产学研呐、还有其他同行的一些去做交流。中国创交会是广州举办的三大国字号展会之一，2015年以来累计展示科创成果32000项，促进成果转化金额达600亿元。创交会通过成果转化基地，特别是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这些优秀基地，全年开展常态化项目路演交流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创交会。其中科创下午茶会持续举行。我们就想创造一个平台，让科学家、让企业家、让投资人啊，让创投家可以聚在一起，这么一个平台啊，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精准的这个对接。Vincent 啊，你坐地铁嗰阵咧，会唔会都留意一下站内嘅标示嘅咧？啊，都会噶，咁因为咧，我都要知道咧，行边一个出口就最近我嘅目的地，费事到时行咗太多冤枉路啊嘛。嗱，你下次去广州咧，就真系留意一下我哋白云公园站一啲嘅标示啦。广州地铁2号线更新咗白云公园站里边嘅导向标示，非常之可爱醒目嘅卡通标示咧，吸引咗好多大细朋友嘅注意噶。咁由于细节上面亦都体现出好多对儿童嘅友好。好同埋关爱更加得到好评噶，咁究竟有几得意咧？即刻睇下。白云公园站邻近儿童公园嘅出口布置，增加咗一系列生动形象嘅安全文明出行小知识，张贴高度大约1米，方便小朋友阅读。喜欢哦？为什么呀？因为好漂亮。他第一眼他看到那个，他就说这里好可爱，然后就直接去那个地方去坐，然后去看一看摸一摸，就感觉很可爱很有趣。车站里面的标识也很有趣，身高尺规加入了广州地铁的吉祥物，洗手间的标识也都有了新形象。厕所都分得出来吗？男厕所跟女厕所，哪个是男厕所啊？啊，对的，这个是男厕所啊。更温馨一点，看得更方便一点，因为小孩子比较爱看这些东西嘛。在站台一头一尾的爱心候车区的地下就增加了两种颜色的小脚板，红色是代表落车的方向和路线，而绿色是代表上车的方向，用这些可爱的标志来引导乘客上落车。车站仲利用站厅闲置的空间，打造了集休息、汇合、打卡、影相等于一体的功能区域。此次白云公园童趣地铁车站的打造，是今年全龄友好全程为你服务提升措施之一，旨在打造全龄友好的地铁服务场景。通过对导向标识界面加入富有趣味性的设计，能更好地发挥指引儿童出行的效果，这也是广州地铁给予小朋友们的善意和礼物。未来广州地铁仲会继续打造儿童友好出行空间，以儿童需求为导向，提升广州地铁服务的精度和温度。九月开始又嚟到大闸蟹当造嘅时节，而讲起大闸蟹，好多人都中意加紫苏叶去蒸，去驱走大闸蟹本身嘅寒气嘅。系啊，嗱，讲起紫苏叶咧，绝对就系大闸蟹嘅绝配嚟噶。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嘅华南县，有10万几亩嘅紫苏咧就进入咗收获季。咁喺探大闸蟹之前，我哋一齐去睇下呢啲嘅紫苏叶先啦。华南县是我国东北的紫苏中心产区和集散地，紫苏籽产量约占全国的30%，素有紫苏之乡的美誉。这个品种嘛，就是我们华南的这个宝贝了，叫咖啡色紫苏，它的阿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而且那个出率也高，这是做鲜食特别好的一个品种，是这个叶片大，口感不错，你看咱们这个都吃烤肉用紫苏叶，就是这个品种是应该首选。紫苏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子都有利用价值，可以食用，可以入药，可以榨油，还可以做化工原料。华南县做大做强紫苏产业链条，紫苏加工转化率达到45%。
辅助产品呢，虽说其他衍生品很多，但我还觉得这个高端的紫苏油还是对这个人身体比较好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块呢，紫苏这块产品呢，我觉得还是引进到北京，在北京一个销售。我觉得这个鸡蛋蛮好的，因为千家万户都可以吃得到嘛，我觉得这个蛮新颖的。然后那个紫苏油，我们现在做米饭的时候也会加几滴下去，它和这个加完之后和没加完的这个米饭的这个香度和油亮度和口感都不一样。目前华南紫苏产业园已经发展紫苏生产加工企业6个，全产业链产值可以达到3.5亿元，紫苏亦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结婚就是人生大事，很多准新人都喜欢去婚礼博览会收集多些婚礼相关的资讯。室内的婚博会可能你就去过了，但是户外的你又看过没有？为期5日的苏州园林婚博会近日圆满落幕，在活动期间一站式婚礼市集和精彩布置，为一班准新人带来一个沉浸式的苏式浪漫体验。太喜庆了，看我的身边啊，这所有的这个红彤彤的红色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喜庆的场合。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苏州唯一的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古典园林偶园当中，这里呢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苏式婚礼市集。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登记领证，还可以像这个拍婚纱照啊，办婚庆啊，然后包括还会有各种伴手礼啊，所以整个一站式的一个婚礼啊，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苏式的浪漫。在这儿结婚谁能不爱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仿制宋制婚礼的出阁秀，好精致。在偶园楼厅，婚服、妆造、换手礼等等婚礼周边，亦通通喺度揾得到。我身后的这一套是一款明制婚服，我们呢也还有其他的唐制啊婚服、周制婚服以及宋制婚服，就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唔单止咁，现场仲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等大家将爱意定格。太浪漫了，在偶园可以听到心动的声音。那我们的新人呢，在完成了领证各种环节之后，可以在这里录下他们想要对彼此诉说的思念，而且可以打印下来送给对方。就是我们发现啊，逐年以来，就是偶园婚庆的品牌呢，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那甚至呢，说有一些年轻人想在原本是想办西式的，他们就转变了观念，说我要订中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偶园苏式婚礼的品牌上面更加的下功夫，让更多的年轻人、新人了解到偶园的苏式婚礼。我哋为大家搜罗嘅消息可以话系涵盖咗好多方面、好多领域噶。咁跟住落嚟呢一个又关于乜嘢咧？我哋继续关注啊！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主办的视听中国濠江故事 K-POP 与国家展映周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杨国瑞等嘉宾出席开幕仪式。特区政府十分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的邀请，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同时为未来双方更多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好发挥视听作品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独特优势，多平台多渠道向内地、澳门和国际观众生动展现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丰硕成果。接住落嚟嘅重点活动就系2023中葡及大湾区广电视听产业合作论坛，大会邀请咗葡语国家媒体代表、内地电视台及港澳媒体代表，围绕中葡及大湾区广电视听产业合作进行专题研讨交流。同时，大会亦安排参与媒体到澳门主要景点采访拍摄，令嚟自唔同地方嘅传媒朋友更深入了解澳门嘅人文历史。从而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
伴随着文旅市场的加速回暖，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文旅领域加速应用，沉浸式的文旅项目亦都不断涌现。不单止为文旅产业发展和扩大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亦都有效增加了大数据产业市场的新供给。今年以来，中国旅游业供给侧供应链显著提升，各类旅游产品和服务日渐增多，互联网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旅游加正在成为多产业极致的增效器。在天津的第13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上，不少展区设置了智慧旅游体验区，智慧元素随处可见，其中文旅 AI 助手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解答，可以满足文旅业服务和消费两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它实际上可以通过文字这个语音的方式可以和我们这个进行对话。您比如说这个游客到天津来，我希望获取一些景点的信息，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模型呢，就能够帮助他很快地实现这种信息的这种互动。一方面呢，可以为这种游客能够提供很便捷的导览服务，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为我们很多旅游的从业者，比如说提供很多的协助啊、方案的制作啊等等。我们这个呢，就是这个数字人直播，它可以24小时在线直播，那么它在直播的过程中，它可以在里面插入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等等。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呢，就利用我们这个大模型为基础，它这里面可以实现这种人机对话。这对观众来说、对游客来说、包括对顾客来说，它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和真人在进行互动交流一样。今届旅博会上，一系列亮点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活力，不少企业亦都围绕产业融合目标，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实施多样化产业帮扶，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途径。根据这个文旅资源呀、各地特色呀、还有这个匠人的这个技艺啊，我们把它拆分成这个手工包了啊、而且很多这些产品啊，我们都放在了目的地。实际上还是走文化这条线啊、像在贵州，我们建了一些这个乡村的文化博物馆，或者叫乡村文化的保护场所。那这样的话呢，这些文化有得到集中的展示、提升，通过互联网平台，让城市的人到那里去旅游消费，再加上民宿啊、住宿啊等等的这个综合打造，把它打造成这个农业加文化加旅游的这么一个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超过23亿，同比增长超过63%。虽然新兴行业不断发展，但是旧式店铺仍然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百花齐放。这些老店不只在香港是街知巷闻，有一些更加冲出国际，闻名于世。接下来我们的特别环节《老店情未了》，就会同你一起去发掘这些老字号的食肆和铺头的故事，感受当中的人情味。第一间我们去哪一间铺头呢？试试看看。这间专卖传统中式凉果零食的店铺，1927年在佛山开业，之后搬离中上环，已经有超过95年的历史，见证住香港多年来的变迁。香港環境啦，咁其實都係好多嘢好速食嘅，即係每樣嘢新興一輪咧，咁跟住就會冇咗。咁所以如果同一樣嘢可以做到90几年、100年，其實好難好難咯。店內嘅杏仁餅、薏米餅，以至各款傳統涼果，曾被譽為天上零食，深受老一輩香港人嘅喜愛。呢個係50年代咧戰後嘅鋪嚟嘅。啱啱轉彎為呢個孖沙街街口，咁以前就係一等唐樓咁樣啦，地下就賣嘢嘅，咁上邊咧就愛嚟做製作，咁同埋以前啲員工嗰啲都係住喺呢度噶嘛，夜晚就佢哋住喺2、3樓咁樣咯。祁永恩係店鋪嘅第三代傳人，佢話自開業以嚟定位都係售賣高質零食，選址喺中上環，主要因為當時多數電影院同戲院都集中喺嗰度。卖嘅产品至今依然用传统方法全人手制作。我哋嘅杏仁饼咧就自己买成包杏仁翻嚟，洗干净、焙脆佢，再摆落个饼度，所以佢系脆口原装杏仁嚟嘅。
陈太谦师傅在这间老店工作超过50年，他说这里的糕点小食都是传统的味道，炮制方法十年如一日，就好像现在正在做的燕窝糕就是其中之一了。我们现在将燕窝杀淋，它杀淋之后呢就再将它隔水啊，去了杂质啊和沙粒啊，这样再整翻它呢，再炒翻干它呢，就成为燕窝糕中间那种材料了。60年代到啦，公司隔篱咧系一间燕窝庄嚟嘅，整包装燕窝嗰阵时咧就好多碎嘅燕窝，咁老板见到嗰啲碎燕窝咧就话不如整啲叫嚟整糕啦，咁嗰个老板都话吓、用燕窝整糕有冇人买噶，咁足之一整就整咗差唔多成100年咁滞啦。至于每日喺工厂新鲜制造嘅虾子扎体，就更加系镇店之宝。先同我手掃啲醬汁落去，滗啲蝦子，打長佢擺喺中間，因為佢要由頭到尾都有，少得就係多啲啦。好啲係咪？係啊，左右切埋佢。好，左右係咪去到中間啊？係啊，咁啊捲到尾係咪啊？捲到尾，揸實佢，揸實佢，唔好放手，咁可以揸實。攞條繩嘅喎，翹外邊先啊嘛，係咪？係啊，我哋呢繩咧就係臘腸嗰啲繩嚟嘅。哦，但佢係冇色嘅臘腸繩。其實咧，呢一個食物咧係由幾時開始？哦，成100年都有㗎啦。最初咧，我哋呢種食物咧真係扎體嘅嘢嚟嘅。肉食係太矜貴啦，咁咪用腐竹嚟做，一來又健康，又可以當做小食。我覺得我哋鋪頭嘅鎮店之寶咧就係人啦，咁即係我哋嘅員工同同事啦，因為其實我哋都係一啲老式經營手作嘅製造，如果冇咗一大班同事咁努力一齊做咧，其實係冇可能做到嘅。老式的食物，因為我們不會加任何添加劑，所以任何天氣的影響都要靠他們的經驗去決定那個配方需不需要改少少東西，所以對我來說員工才是這間公司的無價之寶。隨著時代變化，市場上也多了很多入口零食的競爭，店鋪為求生存也都由舊式的管理嘗試走向現代化，還擴充網上銷售的渠道。咁第一步咧就先係轉收音機啦，咁當時教嘅老人家都教咗好耐，即係你買啲 equipment 啊嗰啲係好容易，但係你要改變到佢哋真心願意用，其實係好難好難。為咗拉近跨代嘅距離，祁永恩嘗試過搞燒烤活動，增強團隊精神，結果有唔少趣事發生。他哋啲老人家未去過咁樣，即係 BBQ 咁樣燒嘢食，覺得哇點啊唔熟啊，咁啊點啊又冇飯啊，咁點？跟住帶曬煎 pan 去炒啊。不過試完嗰次燒嘢食，我都係覺得佢哋適合去翻酒樓有著角嗰啲啱啲。啲傳統嘅嘢越嚟越消失啊！如果你唔推廣出去，咁可能10年20年後就冇噶啦。扎體啊，燕窩糕嗰啲，因為其實每一樣嘢都需要浸好長時候先做得好嘅。咁如果冇人接班，咁最終都係會消失咯。而家都好努力培訓緊人才，努力嘅要慢慢浸一樣嘢浸到佢好咯。廖瀚神州精彩在線，作為2023發富國際飛行大會的重頭戲，大規模無人機舉陣表演最近就在遼寧沈陽上空呈現了，總數超過了2500架的無人機陣型，以四大主題的造型變換，將科技和藝術完美結合。閃耀夜空的璀璨光影 show 換來無數的市民和遊客的 like， 節目的最後跟隨我們鏡頭一起看看。今日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夠，我們下集再見，拜拜。